东森直销电商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即将到来的精英高峰会奖励旅游，剩下最后不到一个月挑战的时间，你达标了吗？这次的花莲奖励旅游将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花莲。我要求让伙伴们吃好、住好、玩好，一起去东森稻田下合影。奖励旅游的重点绝对不只是去哪里，而是带多少伙伴一起去。这也代表着这段时间你们的努力打拼的成绩。亲爱的伙伴们，东森直销电商五年来坚持品牌力、商品力，经由台湾大学对东森活泉精华胶囊以及产品的临床实验，证明了东森严选的价值。同时，我们提供伙伴们丰厚的奖励，加入东森的伙伴只管在前线放心打拼，东森永远给你们最好的支持。我们在2021年，我们集团的东森购物王全年 EPS 达到了17.74元，位居第二名。Momo 是第一名，18.02元。PC Home 第三名，只有0.84元。第四名，创业家兄弟更是负数的1.06元。伙伴们，东森的获利能力在台湾的电商当中是前两名。2022年，我们将更挑战获利达到20亿元。2022年1至5月份，我们的合并营收为新台币118.4亿元，累计合并税前的净利高达9亿元 ，EPS 每股盈余7.31元，年增率9%，这也创造了历史同期最新高的纪录。销售业务的团队更是领到大大的奖金。东森购物五月份获利1.7亿元，也是因为东森敢发奖金。五月份东森购物的奖金发放了将近8000万元，才能成就1.7亿元的获利。我们今年上半年出货高达550万件商品，有110万的会员购买支持。今年东森购物王将挑战390亿年营收的目标。我们也累积的会员数达到了1000万人次，东森币更已经发放了240亿元，其中 VIP 的会员高达68%。这是社会及消费大众对我们东森品牌的肯定与支持，表示我们是正派经营、值得信赖的企业。同时，东森也长期回馈企业社会责任，秉持别人做生意，东森做公益的精神，投身公益与防疫、环境永续方面。2022年，东森也启动了 ESG 永续发展的元年，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心力，在台湾环境永续的决心。在防疫方面，疫情期间，东森除了大力捐助善款，我们更积极地运用集团的资源，帮助各界公益活动捐款金额及物资等，已经累计超过了3500万元。亲爱的伙伴们，秉持东森的精神，快速行动，打破常规。事业面，我们更推出快速竞争与顶级奖励的旅游，让冲刺的事业伙伴们能够借力使力不费力。产品面上，东森严选坚持好还要更好。五月份，我们刚结束与台大合作的活泉第三期实验成果发表会，东森产品一向以人证、物证、科学做见证。我们的产品，我自己以及公司上100位同仁，我们一定经过使用的效果达标了，才会分享给大家。东森直销电商2021年
荣获了台湾直销前十大的殊荣。2022年，天下杂志2000大服务业的调查，东森购物网在百货批发零售业中，我们排名第七位。伙伴们，我们拥有全台最大的直销电商平台的优势，我们敢大声说，东森唯一不变的就是对品质的要求，唯一改变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创新。今年我们要全力积极推展好吃、美丽、健康、生活还有宠物，这个东森的生态圈要建立起来。东森勇于面对大环境的变化与冲击，我们要持续锻炼韧性的体质，秉持创新服务的精神，打造永续竞争力。最后，我也要感谢各位伙伴们对东森直销电商长期的支持，我们共同努力来捍卫我们的品牌。伙伴们，只要你有敢拼敢冲的勇气，都有机会在东森实现梦想。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携手东森，成就人生。